台东启动器大型螺旋桨转动，高雄海洋派对7月1号正式开始。流行乐中心，然后这栋大楼，然后再搭配整个这个景观啊，真的是国际级的景观呢。针对炎炎夏日，高市府配合市长黄河渔民的政策，推出一系列的海洋活动，特地开放爱河湾非动力水域的游憩活动区，有5个下水点，从爱河之心到爱河湾，全长5.7公里的爱河河道跟港湾区，只要扫 QR code 登记并穿上救生衣，就可以在爱河玩 SUP 或是独木舟、水上脚踏车等水上活动。大概吃喝玩乐都有了，其他大概每一个周末。在这边，刚刚我们有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环台的这个帆船赛明年了，我董事长就一郎金融秋，我们市政府、海委会还有我们这个赖副总统全力支持哦。2023高雄海洋派对起跑，整个7月份周末假日都有精彩活动，各式的船艇及水域休憩项目，还有热闹的市集，从下午2点开始，持续到晚上9点，有吃又有喝，还有知名在地乐团，还有亚洲百大女 DJ 轮番上阵，要嗨翻爱河湾。TVBS 新闻林一邦高雄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